我进来了，在哪儿啊？哦，看到了。好，我找一下吧。嗯，拜拜。这叶寒跑哪儿去了？整天都没见到。你是在说我吗？你吓死我了！你说那个该死的叶寒应该是在说我吧？你能不能注意点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还没问你呢，偷偷摸摸在这儿干嘛？你能不能先把衣服系好？我真穿衣服了，你看看。你还没跟我解释呢，为什么在背后偷偷说我坏话？谁说你坏话了？你听错了吧？我夸你呢，夸你可爱。我走的从来都不是可爱的路线。他们还等我呢。